你挺有爱心的嘛。行啊，那我给你2块钱，你就给他吧。哎，那个老奶奶怎么叫啊？雪糕，2块钱一只，快来呀！流氓！你以为你穿着少就可以打人啊？我穿着也少啊。哎，师傅，麻烦看一下，我们行程了解一下吧。啊。哎，小姐。小姐。麻烦看一下。哎，你说你对面那小子怎么发的又快又多呀？怎么回事？就是啊，帮忙扔一下，哎，谢谢，帮忙扔一下啊，麻烦你了，帮忙扔一下，哎，帮忙扔一下啊。谢哎，大吃点，这个好像，挺多吃点。嗯，你都30好几了。一天不务正业的，你说你为这家做什么贡献了？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谁老了？你说谁老了？我老了。喂，哎，哥们儿，你在家吗？在啊，干嘛？快过来帮忙！不是什么事儿呢？我们在你们家旁边那个餐厅吃饭呢，那我都忘带钱了。他们说不给钱的话留下来，我们在他们这儿刷盘子刷碗呢。你快点过来。哦，这样啊？那行吧，我马上到啊。啊，快过来帮忙，快点！哎，要刷碗的，快点啊！好。这上面，哎呀，来了，哎，不是没钱了吗？怎么还点菜呢？不是，我们是没钱，但你来不就有钱了吗？来趟碗来，一块吃。哎呀，说什么呢？我是过来帮你们刷盘子的呀。哎呀，我的爹呀！哎呀，我的爹呀！哎呀，行了，那么大个人了，你干什么呀？我女朋友已经给我下最后通牒了，人家说我要是再买不起宝马，再买不起2层楼的别墅，人家就跟我分手。你还怎么办呢？我爹想办法。这个车呢，倒是有的。嗯，把咱家的那个劳斯莱斯卖了一辆，就能买好几辆宝马呢。啊啊！可这房子呢？啊，这房子，哎呀，你倒是想办法呀！这房子，他总不能为了他拆咱们家的3楼啊！你拆楼有什么？拆个楼有什么呢？不是，妈。大冷天的披着点啊，老公。哎，我牙疼。牙疼？嗯。哇，还疼吗？不疼了。老公。哎。脖子疼。脖子疼啊？嗯。快看。啊。还疼吗？不疼。还有哪儿疼？不告诉你。大姨家来了，还有哪儿疼？我疼，小伙子。啊，您看，大爷。我这10多年的痔疮疼得厉害，你也帮我清一下，就这儿，来嘛，就这儿，小伙子，对准了清啊，来，您对准，您，骗子。这个拔牙能不能不打麻醉？不是，我赶时间，打麻醉太浪费时间了。我才医这么多年，第一次听说过病人有这样的要求。不错，
真汉子，纯爷们儿，我欣赏你。把哪颗？既然不打麻醉了，这个医药费能不能便宜点？啊，没问题，八折给你。谢谢医生。哎，想想，想想，你快进来吧。你看你，你是牙疼又不是腿疼，来给医生看看是哪个牙疼。这颗呀，医生麻烦你了，你拔完牙，我送他去上学啊。美女，你的电话我不给，我又不认识你。不是那个 QQ 微信都没有。你他妈，我不给你就骂人是吧？你他妈的电话被人偷走了。你他妈的你们早说呀、啊、你，那我说你他妈也不听啊。哎，兄弟，服务，你吃那么着急干嘛？你别跟我啰嗦，这面再过一分钟就过期了。啊，嗯，那吃就好了。那算了算了，来不及了，你慢慢吃，小心噎着啊。嗯，你这么急啊？哎，兄弟，来来来，再有一分钟就过期了，快点快点，来来来，快点，快吃。这里不能抽烟哦。Excuse me. There's no smoking in here. There's really not that many people here, so no problem. Yeah? The rules state that you can't smoke inside. In every other cafe around here, I'm pretty sure the rules state that I can. You see the sign over there? It says no smoking. That sign's over there.And I'm over here. Smoking.